拍二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开飞机。我拍二，我现在肚子好饿。你拍三，我拍。我拍四，你拍四，我今天要把你吃了。啊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哈哈，你今天往哪里跑？你不要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叫奥特曼了。奥特曼，奥特曼早就回家了，有本事你叫啊。你等着，奥特曼，疯狂的小女孩。啊，奥特曼，你不是回家了吗？哼，回家，奥特曼永远守护人类。奥特曼，快救救我呀。嗯，好的。啊！他们说要带着光。哎，观众，你怎么变得那么小了？看我的！啊！他们说要。不好了，奥特曼！不好！我不是好好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那边不好了。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那边有怪兽，摧毁了好多房屋。你待在这里，我去消灭怪兽。哎，奥特曼，怎么了？你要小心啊，没有红色能量你是打不过他的。那怎么办？我会给你加红色能量的。谢谢你，小女孩。你一定要打败怪兽啊。嗯，好的。啊，2万年早いぜ。阿特曼，小妹妹，怎么了？阿特曼，你上次变身实在是太帅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们变一次啊？嗯，好吧，交给你们做最后一次。好的好的，快变快变。怪兽要凶一点了，开始！啊，怪兽来了！你凶一点，凶一点，怪兽啊！开始！啊，怪兽来了！奥特曼不好了，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那边有怪兽正在进攻城市。不要慌，我去消灭他。哎，奥特曼，又怎么了？你这么去消灭怪兽，也不会有人给你加红色能量啊。那怎么办？除非你把你的变身器送给我，我就给你加红色能量。你要我的变身器干嘛？因为我长大了，我也想要当奥特曼打怪兽。来，送给你吧，小鬼。谢谢你，奥特曼。我长大了也一定当奥特曼打怪兽的。等你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消防员！怎么了，小表妹？那边着火了啊！有没有人被困？没，
子红色很大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俺老顺气气就来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俺老顺气气就来。小表妹，我们快撤离到安全的地方。消防员叔叔，孙悟空怎么也来当消防员啦？是的，孙悟空刚加入消防员，他很厉害的。是的，有孙悟空这么厉害的消防员为人民服务，人民很幸福。走，快到安全的地方。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俺老顺可不是手到擒来。开始，开始了。对呀，哎，不是。你看，小妹，消防员叔叔来了。你看，消防员叔叔来了。消防员来了。哈哈哈哈，消防员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小表妹，你给我站住！干嘛？你身上有没有钱？我现在穷得叮当响，怎么会有钱？我不信，我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太好吃了！行了，你走吧。志恒，就是他欺负我。你过来啊！干嘛呀？糖果拿过来。没有啦，我不信。吐出来，吐不出来了。你别打我，我去给你买。这还差不多，走。老板，给我拿两包辣条。辣条没有了。哎呀，那没办法了。那我们拿点别的嘛。别的头，你自己开钱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他拿了那么多，该多少钱呢？老板，李大头给3块就行。哼，他们都是坏人，那给你。哎，李大头真可怜。